但是鹤选在踏，我们要踏中线，踏在我们的中心线。这个中心线踏得住，你的手拉起来，人家以前讲说什么叫子午相对，四点金相对，才可以你的手中心。如果说你的脚站着是开的，你这个手中心只手这样，你脚是开的，看你这么大会，你看我这样一样或这样，你自己看吧。我脚是开的哦，脚是这样开，但是我的手中线。一样的动作，我把脚站合力去，整个人就包起来，我就包起来。但是我这脚开的，看起来下巴就有点要虚一些。手中线的手是从身从上到下都要手，而不是脚是开的，然后手是手的，然后再把你的脚再用力去夹。但是用力去夹的时候，你移动起来是不自然，自然马步自然在走是像自然的话，就是蹲下去走。脚就要自动就要关起来。十二拳也是前四后六，你随时在走路，当你脚一踏出去要坐下去的时候，不是一般很多人的习惯，一蹲的时候会喜欢把我们的重心往前压，那十二拳刚好相反，我们只要一走路习惯要坐下，我们是习惯往后蹲，往后蹲，往后蹲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往后倒，也不会往前趴，因为我往后倒，我会整个身体都是重心在后面，可以去困难去支撑，不会往前趴，因为我们重心不在前面，我当然是不会。以这一条线为主，我现在只是在这一条中心线，然后我要去踏这个，我要去踏这一条线，踏这一条线，而不是这一条线，我是踏旁边。一样脚是这样开，我是开的，但是不一样是合的，一样的手。动作脚开跟合就差很多，没有任何坐坐的动作都没有，像走路一样走，随时就会蹲下来，随时都走，随时一蹲下来自然就会关起来，一直连着跑。对对，不要去很大的步伐，然后再去做一个刻意的动作，那不多的，多的来讲对十二点来讲是不自然，不自然的动作就会变慢，甚至说哪一点根本就不能用。